排，然后虾子特排，然后牛排，超棒的牡蛎，看鲑鱼蒸鱼片之外，咸腥子的鲑鱼的手卷。面包蟹，我是没吃过面包蟹啦。哦，多少钱？哦，哎呦，你看，不知道，你看，蟹王啊！哎，还有美酒，兄弟，是鲍鱼，好漂亮的牡蛎呢。是松露鹅肝酱木，那个虾子真的够大。不知道尾鱼，看起来蛮漂亮。拿这个，跟这个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鲜虾，鲜虾，你看这很漂亮。杯寿司，好漂亮的。是烧明太子，墨鱼。哦，这个是传统的握寿司，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寿司，你看。哇，谢谢。哦。谢谢，就睡。小龙汤包，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新庄啊，啊，看到这里没有？我们要来吃想想，这是我们今天吃饭的，有高啊。OK， 我们家就在这个入口这里，电梯直达39楼，是他们家的招牌。那看很多人在拍这个 In Paradise， 看吗？还蛮漂亮的，你看还变颜色。然后你看我现在提早20分钟来，竟然没有人在等，有冲黑蟹脚啊，嘿嘿。但是这可能是中午的，嘿嘿。那我们今天用餐环境啊，你看视野多好啊，我看看这边。哇塞，你看一下新庄啦，你看淡水，看到淡水，你看好了，准备要开始了，我们是第一个，因为我们提早了50分钟，我没有搞清楚50分钟，我们等了15分钟才有人第二个。这样子。这个是，这是什么蟹啊？面包蟹哦，很漂亮的虾子，很漂亮的蛋菜，面包蟹。我是没吃过面包蟹啦，花枝这个，然后花蟹，大花蟹，还是感觉还 OK。还有美酒，兄弟。是鲍鱼，你看，是凡利备注，是漂亮，准山短侧，短侧，好漂亮的牡蛎呢，是松露鹅肝酱慕斯泡芙，意大利腊肠野菇沙拉，这个虾子真的够大，熏鲑鱼沙拉，是中卷左凤梨沙拉，沙拉区。很漂亮，帕玛森乳酪，你看它的榛果，看一下是不是在切，还算干净。是旗鱼嘛？不知道尾鱼，尾鱼，那看起来蛮漂亮。OK， 拿这个跟这个。那个鲑鱼肚一个，然后比目鱼两个，就干贝一个。好，谢谢。你看这个鲜虾，鲜虾，你看这很漂亮。然后这个是松露牛肉杯寿司。好漂亮呢！这个是炙烧明太子墨鱼，
哦，这个是传统的握寿司，鲑鱼的、旗鱼的，哦，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寿司，你看，是很漂亮，花卷啊，漂亮呢，好漂亮哦。然后看一下他们的食材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我要葱花尾鱼，还有那个鲑鱼亲子。葱花尾是鲑鱼亲子。对。漂亮。哦，哎，料很多呢，漂亮哎。哇。谢谢菌菇海鲜浓汤。哎，它是这种转圈圈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螺旋酥皮玉米浓汤。哎，好，鳗鱼蒸饭有没有看到？很漂亮，土瓶蒸。哦，现烤虾子，烤大虾，漂亮啊。还有牛肉汤，但是我没有点牛肉汤。赞哦，山药，哦，脆皮烧肉，还是烧肉，还蛮漂亮。青鱼下巴，杏鲍菇，鲑鱼下巴，还蛮肥的。漂亮哦。哦，好，现在成了熟喽。漂亮，鱼卵蒸蛋，真的有鲑鱼卵啊，不错呢。意式白酒烩羊膝，这是羊膝。地中海香料海鲜，海鲜都没拿完的啦。海鲜奶油乌槽面。为什么是乌槽面？是彩椒炒龙须菜，有酒精成分。石螺白酒蛋菜，那是蛋菜啊。哦，那些烤虾子。保安你好，两个羊肩没问题。哦，漂亮漂亮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看一下师傅。喂，你好，可选两个餐点哦。虾子跟羊排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炒到了，酱是微辣的，请问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那羊肩搭配的是薄荷酱哦，炒菜搭配的辣味茄子哦。谢谢。来一块五。这个是 XO 酱海鲜炒饭，都没了，龙虎斑啊，怀疑龙虎斑也被拿光了，是什么金沙虾球也没东西了，全部都没了，哎，不拍了，是很漂亮，是不是就碎？凤爪、牛肚、小龙汤包，哎，自己拿起来看就好了。哦，还好。沉香焦糖巧克力慕斯、白雪乳酪蛋糕、覆盆子提拉米苏、吉韵抹茶塔、75%生巧克力、七彩巧克力。不用，我看我拍一下，谢谢。可丽露、香草凤梨奶酪、马卡龙、
草莓乳霜派，看起来不错，但是饼干多了点。焦糖花生蛋糕，百香柠檬塔，抹茶闪电泡芙，焦糖苹果巴斯克，焦香浓情巧克力，黑醋栗草莓塔，百香果软糖，玫瑰荔枝软糖，法式焦糖布雷。这里有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又 number 24，但是这口味蛮多的。啊，这个也不关什么意思？看起来是蛮漂亮，你看，个蜂蜜，啊，个水果就很正常，有哈密瓜、玫瑰、黄金、油切绿茶、柠檬水啊、奇良红茶、凤梨冰茶，这样，然后有小姐帮你服务的咖啡，这些都是可以点的。我们的话，下午平日下午茶有生啤酒。好，我是比较想喝西西。它尽管下午茶也是我看过、我吃过最多东西的一间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拿的东西。来吧，我们看一下吧，大概有什么东西啊？面包蟹，现煎的羊排，然后虾子的排，然后牛排，是很漂亮，超漂亮，超美的哈、哦，超棒的牡蛎，看一下，鲑鱼生鱼片之外，鲜虾、甜虾很棒，你看这个尾鱼是很棒，然后你再看这个炙烧寿司，你看一下，有什么？牛肉，那看起来像横膈膜，然后呢？它有那个鲑鱼，然后它有鲽鱼裙边，然后它有干贝，看烤大虾、白兰地烧酒虾、龙胆石斑的味噌汤、亲子的鲑鱼的手卷，你看里面的那个鲑鱼卵给的不少哦，鸭肉卷，然后这个是羊膝、哦、好，太多东西了，我们只有拿我们想要吃的东西而已。现煎的大虾，然后跟这个羊排，来，这里还有个羊排，羊肩。羊肩看一下，超级嫩，好好吃的，对，太好吃了吧？这个就是那个明虾，来，烤大虾，炒虾了，炒虾看一下，他说要沾这个酱，超级新鲜，各位，哇塞，好新鲜啊，好棒啊！好，再吃啊，这里啊、哦，切一下，不难切哦，你看，口味好，口味好。位置不错，看瘦肉啊，也是嫩的。热白吃一下，看。我们家自己做的可能比较好吃，没有单纯酱料问题。我知道很多人很 care 鲑鱼卵，亲子口味哈，鲑鱼卵不会太咸，不错。葱花尾鱼，这样。他们家还有这个鳗鱼蒸饭，鳗鱼蒸饭，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哦，你看，那这样子，干嘛吃？他都要拿过来是吧？汤包，蟹肉，蟹肉烧麦，看一下这虾吧，够不够量？你要趁热吃，来，我说你们可以吃啊。来，牛肉，至少鲑鱼握寿司，这才是正确的握寿司。啊、你看这上面是什么？鱼子酱。你看，鲽鱼裙边，上面的这个荆棘啊，哦，画龙点睛。干贝，这干贝可以啊，好吃。它的这个鲑鱼啊，跟尾鱼啊，你是干嘛？松露跟蛋白，好好吃，好吃。下一个杯。你看上面有多少虾卵，虾寿司多精致，这么小一个，甜虾好好吃。来，这个是比较大的，虾子比较大，两种虾不一样，一种是小甜虾，一种是大的。这回去处理的刚刚好，肉质不错。这是小鲍鱼，这边还是多吃一点。然后刚才慕斯，
泡芙，是不是？它鹅肝再加点那个松露，味道很香。鸭肉卷，好不好吃？来吃看，羊鸡，然后要把那个羊吃，今天虾饼吧。是炸鱼，阿虾，是很大，希望面衣不要太厚。面衣虽然，不薄，但是它的虾子也很大，而且有鲜味。外面是杏仁果粉。这里外啊，这里吃过。对，来吃个烧肉，鸡肉啊，yakitori啊，好吃，是焦香的，脆的，凡立贝的那个。专业的吃播还是来虾子，第一个吃，吃这个，你看石斑，是很漂亮，是漂亮的石斑，你看，很漂亮哈，蛮好吃的，但是希望可以再入味一点，来，哦，我们看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哇，多少钱？哦，很肥哈，蛮好吃的。哎呦，你看，多少高？你看，蟹黄啊，你看蟹黄啊，哎，嗯，再看一眼。我最想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。来吃，好吃的，各位，吃很多东西，来先吃这个。这个草莓怎么怎么饼，吃一下。多炒那个，好爽，好吃啊！这就是覆盆子什么？抹茶，这化开了，抹茶不会很甜，抹茶纯粹的香味还不错。你看这上面有金箔，你看。谢谢。上面有金箔啊、哦，草莓塔，这草莓塔不错吃，还有不同颜色，嗯，哎，不会化掉，可以，这好漂亮，看一下。来这个，我最期待这个。你放久了还会这样，这么甜的。来吃马卡龙，看、啊、这马卡龙是松软，正确的，比那个谁做的好。嗯。对，西西里，你看，做个总结了啊。OK， 各位，这个蝶鱼裙边哈、哦，跟这个干贝的握寿司啊、哦，实在是够好吃的。那个鱼子酱。嗯，非常好吃。另外一种炸虾比较好吃，然后面包蟹真的好吃，手卷的那个鲑鱼亲子真的好吃，然后炙烧握寿司都很好吃，鲑鱼生鱼片不错，然后这个草莓卤双派很好吃，然后鸭卷还不错吃，炉烤牛很好吃，然后羊排跟虾子很好吃，3267三个人，990加一层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排队散场，大概要排20分钟吧。